好，换晨晨。哎，轮流，轮流。轮流啊！我来帮你抽。那再猜拳，再猜拳。我打不开。再猜拳啊！剪刀，哎呦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包石头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？哇！我在选一个，那个是女生的。哇哇，还有一样。我在选。我打不开。好大的戒指。你要拿一个，这个。好。好了。这个。好了，戴好了。啊，你没听您说一次。你又不会说。这个好不好？你可以搓吗？你要搓看看。哇，哨子，小女生哨子。哇，你看自己做有没有比较好玩？草莓这个。确实，这支球队非常多的进攻武器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住，反而让这支球队不知道该如何打球。身为球队的老大哥，托比这两场比赛率先改变球队打法。在切入突破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急着找篮筐，而是先。马大天克，我们将要送上热火和塞提克的马拉松战役。还有更多的澳网分析。